听听。王义林，王帅，王夏。他哪来的？山东威海。我们是威海群众文化战线上的三王组合。干什么呀？参加小品大赛，进决赛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评委。我是你的粉丝，给签名的。啊！请欣赏六号作品《排练》。二舅，就是这，多说点好听的。嗯，走。夏老师，请进。哎呀，哎，夏老师你好啊！你们是？哦，俺是小王庄的，我叫王大牛，这是俺弟弟王二牛。老师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夏老师。啊，来来来。请坐，哎，老师你坐，来来坐，你坐啊，你坐，老师，你们是小王，这啊，你们是小王庄的，哎，老师，你到俺村去演过小品呀？啊，是，哎呀，老师啊，你现在是俺村的偶像啊！哎呀，对，俺村那些个老娘们啊，都喜欢你。对。你个演的小品呀、啊，不是，你们俩找我，老师，不怕你笑话啊，俺俩写了个小品，啊，也不太会演，就想让你给导演导演，这是好事嘛，放心，只要你们愿意学，我一定认真教。来，快说说你们这个小品，老师，俺这个小品是根据一个真事写的，名字叫《好心人》。好啊，那歌颂好人好事，这个选题就很好。剧本，剧本都带来了，带了。哎呦，老师，剧本我看看，就一页，哪儿？半页。啊，小品。好心人，故事发生在1983年，一个妇女带着孩子去找她当兵的丈夫，结果包落在了公共汽车上，把地址弄丢了，身上又没带多少钱，急得哇哇大哭，多亏一个好心人帮助她找到了丈夫。完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怎么演呢？俺演了，你们俩演的，哎，还有个5、6岁的孩子，哪儿呢？外边了，叫进来呀，演给我看看。哎，好，哎呦，老师，你说这个事真是叫你费心了。哎，不，我现在很有兴趣。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完成这样一个作品。老师，孩子来了。来，小朋友。假的呀。哎呀，俺们家没有那么大的孩子，就弄了个假的先凑合着。这怎么还穿双溜冰鞋？哎，好走啊！你看，好走啊！哒滴哒滴哒滴哒，哒滴哒滴哒滴哒，哒滴哒滴。好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准备。演给我看看。好，来，演员准备，来，预备，滴滴，这是汽车啊！到站了，请下车。再见。乖孩子。咱一会儿啊就能看见你爹了。妈，我饿了。乖，妈妈呀给你拿吃的。哎呀，我的包呢？包，我的包，
少超。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眉清目秀、眉质彬彬的好心人，啊，开始哭。这位大嫂，你怎么了？俺带着孩子找他爹，包落车上了，地址弄丢了。这，哎呀，大嫂，不要哭，俺帮你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你爱人在哪儿上班啊？他是个当兵的，俺也叫不上部队的名啊。这，大嫂，这有好多的不对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，不要哭，俺帮你找，咱们一个一个的找。谢谢，走走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山了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下官了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吉大吉大吉大。大嫂，你再去问问这里是不是？好，俺问问，走。大吉大吉大吉大，大吉大吉大吉大。请问你找谁？俺找王铁柱。就是这里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请问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一个好心人领着俺。那个好心人呢？好心人呢？好心人，你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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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会生啊！你叫什么名儿啊？名儿啊，名儿啊，名儿啊！这还是会老师？老师怎么了？看入迷了啊！老师，你给俺点评一下啊！点评啊，点评！你们这个小品，老师，俺这个小品是个真事儿啊。这个妇女就是俺妈呀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们这个小品最大的优点就是很真实，一针见血呀。那最大的缺点呢？太真实了，一针见血呀。缺点就是优点，啊？这样 啊，一个小品啊，我们首先要把握好它的戏剧要素。尿素？不是尿素干嘛呀？一个小品啊，首先要有情节情境，懂吧？哦。对，比方说啊，就你们这个小品，我们就可以把时间定在冬天，大雪纷飞。一个母亲老师带着孩子，老师怎么了？那是个秋天，没下雪，咱就说他下雪了吗？你这不胡说吗？这怎么是胡说呢？不是，老师，这个是个真事儿啊！你给他下雪，他就不真实了。我知道是真事儿，艺术嘛，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呀。你们想想，雪中送炭，多感人呢！啊，是，难知道。可是俺就想把它演真实了，那才有效果啊！你不光要真实吗？你还得演精彩了。可是，好好好，是不是？是老师，下雪，下雪。再有一个，好心人这个人物太简单了。你演砸了你！你让我那么研究？我什么时候让我猜？不，不光是表演的问题啊，关键是好心人这个人物太平淡了。这个地方，我们应该给他增加一些矛盾。冲突，让他给俺妈打起来。那怎么能行？我们要让好心人更感人。我们让他也带个孩子，而且正要送孩子上医院。老师，哎呦，他没有孩子呀，我给他安排一个孩子呀。这事儿你能安排得了啊你？不是，咱就说他有孩子。老师，你真不愧姓夏呀？怎么了？你真能瞎编呀你？瞎编？这怎么瞎编都出来了？我这不是为了增加人物突出效果吗？是，老师，你说的俺都明白，俺就是想把他演的再真实一点。你不要一味的强调真实，艺术嘛，为了艺术效果，这个地方必须要修改加工。哎呀，加工你别改呀。
这不该怎么加工？这不加工怎么演给观众看呢？老师，俺没打算演给观众看，俺就是演给俺妈看。演给你妈看也不行啊，改，必须改。可是你改了，俺妈看不懂啊。她怎么能看不懂呢？你妈傻呀？老师，你说对了，俺妈是傻了，她得了老年痴呆症了。什么都忘了，连亲儿子也不认识了。啊，大夫说，要是拿一个他印象最深的事来刺激刺激他，那就有可能恢复记忆呀。这个故事，俺妈给俺俩讲了快30年了。她说，虽然不知道这个好心人叫什么名，可这个事儿，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啊。俺弟兄俩拍这个小品不为别的，俺就是想天天演给俺妈看，俺想把俺妈叫醒啊。是这样啊，哎，老师，俺知道俺这个小品不像个东西，可是俺不能改呀，俺就得把它演真了，演响了，俺妈才能想起来呀。给你添麻烦了，走了。大牛，老师，我们排练。排练？我一定把你们的好心人排好。老师，谢谢。